伽罗呀，今日纳征可要打扮得喜庆些才是礼数。我们伽罗终于觅得好夫君。大嫂，这只是纳征，还没成亲呢，说不定人家一会儿就后悔了。这个杨戬，我故意怠慢于他，说话又那么没礼貌，竟没把他吓跑。胡说什么呢？这以后要是出嫁了呀，可就不能口无遮拦了啊。郎君，嗯，今日纳征特意给你做了一身新衣裳，以迎佳婿啊。恐怕我今日等不到杨坚上门了，宇文护邀我过府议事，纳征之事就有劳夫人了。宇文护为何要去他府上？有什么急事非要现在去不可？别担心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，恐怕是会无好会，宴无好宴。可以不去吗？也可能是我想多了，宇文护无论如何也不敢乱来。好了，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了，我去去就回。嗯，放心吧。大队兵马护送，也就他宇文护，管这个叫请。今日只请你我二人，恐怕他知道你在查他，或者是他知道我要杀他。宇文护这个人啊，深不可测。你我还需谨言慎行。啊，放心吧。岳母好。贤婿好。启禀主母，随国公府送来聘礼，燕一双，鹿皮十张，锦彩百匹，酒属祭道米面高粱酒各一壶。小婿有幸啊，这是我们杨家的一点心意。好，好。这是伽罗的兄长，在下独孤善，幸会幸会。兄长好。啊，伽罗呢？怎么还未出来？小姐，嘘。哎，小姐罗，哎，给伽罗。贤婿，伽罗还在装扮，请先品茶。好。刚刚都准备好了，没想到
王，你怎么……啊，不妨碍。嘉楼性格如此独特，不管什么样子，我都喜欢。反正我什么样子，杨公子都知道，不用特意打扮。王后驾到！恭迎王后。恭迎王后，不必多礼，都是家里人，都起来吧，给母亲请安。姐姐，我们的小嘉罗终于要嫁人了，你这是？这位可是隋国的大公子，王后。正是在下，本宫的这个妹妹自幼聪慧过人，文才武功不比男儿差，就是性子跳脱，容易闯祸，日后啊难免需要杨公子你多担待她，保护她，照顾她。杨公子，本宫能相信您吗？王后，在下口拙，并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，但我必将尽心尽力爱护嘉罗。杨公子想娶嘉罗，想必文韬武略必有过人之处，今日可否让我们见识见识啊？王后如今不在战场，如何试探行军点将的本事？那有何难，在府中比试即可。嘉罗，王后，今日是嫁罗大喜的日子，若是舞刀弄棒的，伤人可不好啊。大喜的日子，我们自然不能见兵刃，那便比试鼓舞吧。这鼓舞啊，翻腾多样，当中夹杂武功身法，一者可测他的应变能力，二者可以看看他的武功根基。王后姐姐，我来跟他比，但若我胜了你，又如何？日后啊，他自是你的夫婿，你要亲自跟他比试，倒也不错。杨公子，你可有异议？啊，不敢有任何异议，在下定当奉陪。嘉罗的鼓舞还没有人能跟得上吧？这就要看杨坚的本领了。王后高明，比试鼓舞不怕伤人，我们又可大饱眼福。Thank you.
七妹、杨坚，你们二人难分伯仲，就此停止比试吧。